北斗镇市场里，老字号的润饼店，几十锅锅炉全开，做好的润饼皮堆得跟小山一样。店家还很用心，在摊位旁的地上标示出一公尺间隔的社交安全距离。那等一下拍那个红色的点哦，那现在政府宣导户外要一公尺啊，所以像地上有那个红色的。那随时的话，我们都有酒精。 那如果就是酒精做消毒，那我们必须要戴口罩。如果真的碰上人潮太多，业者还有对策，就是发放号码牌。顾客拿了号码牌之后，可以先离开，时间到再来买，有效疏散人潮。大爱新闻彰化综合报道。